在往山坑生态自然公园的方向。今天我们5点多就出发，发现这里风景很漂亮，很值得来一游。耶、yeah！大汉溪左岸的自行车道，往山坑生态。哇，这长得很好哎！应该要来录一下影。哎呀，耶、yeah ！再摸一个，再摸一个。很酷哎！哎呦，它的花只能开一个早上。那这是蜜蜂哎，蜜蜂。它在采，对，应该要。超多的，商量我去。